我是大头阿 K。Close over， 小眼睛炳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炳顺。当然啦，大家都知道他的抖的啦，就是拿过最高的名次，世界排名第三嘛，对不对？混双，然后拿过奥运的银牌。你觉得混双在你过去是打到奥运的银牌这件事情，它是你最佳的成绩吗？其实是啦，是我最佳的成绩。但是我要强调一个就是说，在马来西亚，如果你要把混双打得有成绩，是非常不容易。为什么就只有混双打得不容易？像男双、男单就好像相对容易一点点。因为就是说，到现在目前为止，就是马来西亚的概念，就是说混双只是把垃圾配垃圾。喂，为什么循环出来的？真的啊？这是一个背后的安排吗？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吗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女双是他们的教练他会选最强的几队，男双他们会选最强的，然后剩下的就打混双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配出来的。对呀，基本上如果我们想，唯一啊 ，Aaron 要打混双，男双的教练是高层全部都是不允许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专注，就是真的是在训练混双的？这是我也不知道，基本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有这么样的想法。所以你有提问过这件事情？是啊，但是你不是高层啊，你也不是教练啊，你无法改变这个事实。哦，这是运动员背后的辛酸呢。哎，这是一个终结，对我来讲。因为当初我打混双的时候，是我不被男双的教练看好。然后刘英也是因为刚好脚受伤，然后我们就两个就配在一起，然后经过我们的努力，然后过后跟教练的时机，真的是会打到现在。所以此处应该要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因为你们打脸了很多人，可能甚至你们的曾经的高层呢，就打出了成绩。确定这个可以播哦？这可以播。这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的，真的都不知道的。我今天没有跟你这样聊，我还真的没有问过这问题耶。真的耶，我刚才听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哎，有一点点哦。是，怎么办？这有点拘谨。是哦。这样我要再延伸一点点，比较敏感一点点。毕竟可能之前啊可能运动员啊或者是一些国手们可能在 social media 会被一些酸民，就是酸说哇，你们就是你看做太多 social media 然后不专注打球，然后成绩可能一不好的时候就开始酸说你们就是因为太沉溺。但对于运动员来说，你觉得这个平衡是要怎么拿捏？还是你觉得其实大家有各自的生活，其实没有关系？其实没有关系，就是我基本上可以那么说，你有成绩你说什么都对，你玩什么都对，你没成绩你做什么都错。现实的一个东西，基本上你世界冠军 SLC 他们也是在有小红书啊，都有什么都有啊，还要教大家在 TikTok 教大家讲中文，对啊，但是你没有去谈这些东西，就没有酸他，因为还有成绩，对不对？就是比较现实的一面，对，很现实的一个东西。所以会不会很难啊？会很难的，你做你自己就好了。就是我的生活，我就歌就是不一样哎，真的是歌就经历过了，走在江湖了很久，就很平静啊，真的。对啊，你们要讲什么你们就讲，都可以。对啊，真的。OK，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嘛，就是大马公开赛即将要到来了，然后看到说，你跟娘娘就是吴柳莹两个人再次的搭档，而且是来迎来这个所谓的告别赛。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说，对于大马公开赛？有抱着什么样的一个期待，或者你这一次参加大马公开赛的一个心情是怎么样？成绩不再怎么样，注意不再怎么样，基本上没有给了自己定一定，可能打进八强、四强，已经没是没有了，是没有的。毕竟分开那么多这么长时间，差不多一年，然后再加上刘英现在都差不多是处于半退役的状态，对的状态。所以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在打？真的是想好好一个打一个告别赛给大家看一看，真的。所以是快乐打球的一个概念。可以那么说。你们会不会真的是累傻这个球场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去预设这么多。你是一个这么感性的人吗？我是感性的人。所以你跟柳莹私底下，即便分开了这么久，你们私底下有保持联系的吗？会啊，会。会出来吃饭喝茶？就是出比赛，刚好出比赛的时候一起的时候就会。我们在场外的大家的生活可能就不一样。因为我是那种，练完球就回家，练完球回家陪一下人。我突然间，对，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很久了的，我真的很想问这个问题很久了。运动员
尤其是羽球国手们啊，怎么那么早成家立业呢？没有，基本上是在我的时候，我最年轻，其他都还没有结婚，算早啊。现在很多可能我们三十多岁的人都还没有结婚。我们的同事们，你看望出去，你问他谁结婚了，全部人安静，所以单身很多人举手。哎，你立马举手了。我突然间想到答案，来，因为专一。因为你打就要很专注 ，focus 的点就是听你讲哦，专一 ，OK， 然后不是体力旺盛吗？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 OK 秉胜在这个大马公开赛跟吴柳莺可以真的好好享受打球这件事情，让我们也在重温这一个组合的一些辉煌。我们会不会看到哭啊？因为毕竟也是 很感性的球迷。对，如果你是一路以来都看他们长大的球迷的话，那真的就很难得。真的是，我们对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要特别讲的？没有，我也是觉得自己也是觉得很难的，因为真的是没有在我们的计划当中，真的是很最后一分钟，而且又是在自己的国家，对，做一场告别，就是、其实非常很有意义啊。对于我跟刘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，对其他人我们就不知道。但是这是你们自己的生活嘛，对啊，你们自己的成绩，这是你们共创的一个回忆来的。真的是今天非常的谢谢秉胜来到麦饭人气王，好，谢谢。一定会